这首歌呢是我的偶像，中音哦，这个中音萨克斯风吹的最好的 David Sanborn 我的偶像，我们就来演奏这首高难度的，这首歌叫做 Chicago Song， 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
吹到梅里了，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美国的爵士乐，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再来一些好，大家比较喜欢、平常喜欢的哦。周末真是热情啊，连高雄今天有十几个朋友贵宾来啊。我明天还有一天，老师代班，明天请假一下，立上方阿日帮我代班一下，因为有一些朋友联络不到，怕扑空啊。好，那明天呢，我也会啊，因为老师没办法演奏哈，所以呢怕大家扑空，所以呢我明天也会到对面地藏王菩萨那边做演奏啊，明天就会准备一些啊、有些长辈朋友爱听的哈、好，接着呢我们来唱一首歌好不好？缓和一下哈、唱一首歌，那来为大家演唱完呢，再换上高音萨斯风哈、高音萨斯风就比较演奏比较那个抒情一点哈、会比较适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为大家演唱一首呢，我喜欢的一位歌手，这个歌手呢，带来的这首歌曲哈，叫做《男人 KTV》，有没有听过？啊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知道谁演唱这首歌吗？胡彦斌啊，胡彦斌，那他有改编很多首，那其实他的声音我是觉得蛮有磁性的哈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他的算是成名曲哦哈，《男人 KTV》，谢谢。
人 KTV 啊。接着呢，要换上一把高音萨克斯风。我们唱完一首歌呢。